欸，这个已经超过我们当初预算的，就是本身我们购买一些用品的预算很多了啦。因为如果说我们要配合上面的全国政策好了啦，啊，环保爱地球，最起码的话我们会配合，可是它的价位应该不会是这么的高才对，啊，在我们认知里面啦，啊，就是说他们可能哦，不能我们的塑胶杯换成纸杯，我们知道会比较贵，它贵个一块多，那个合理范围我们都可以接受。如果说这里太超出太多的话，是不是需要再重新评估一下？哦，这太贵了，太贵了。因为很多像东大门夜市这些摊商哈，它本身就是来自基层的，本身成本考量，如果再多一个碗35块，可以讲说入不敷出啦，不够成本啦。我们是一直在推说一次性餐具嘛，也是配合整个不管是地方或中央政策嘛。但是如果因为成本考量的话，当然会却步。